知名的购物战将，他们除了有做这个网络购物啊，他还会做一些娱乐线，然后找一些艺人。对，而且写的歌就非常。对，耳熟能详啊。去年购物，对对对对对。去年购物节的那个代言人。而且那个橘色的，很让人印象深刻。对啊，对。你们在过程当中有碰到什么样的好玩的事吗？你说在直播过程，我自己直播过程就是，如果以直播现场来说，像我有一次比较印象深刻的是，我们总是会碰到不同品牌嘛，那是不是有知名的化妆品牌？那它可能化妆品牌它要你的是保养要立刻可以吸收，结果你滴下去以后。 就是可能没有立刻吸收，怎么转？但伟如这么聪明，你应该对啊。我也是选平台吧，我就最跟自己明白，还是台湾好女婿，所以我妈都最爱她。对，在不然的过程有碰到什么样好玩的事吗？就有一次我卖一台。 食物调理机，然后那个厂商吼，每次都为了展现他的马力啊，会打整颗凤梨，在凤梨里面挂点购买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试一下机器好了，对啊，不用啦，这我变场变到这样吼，OK 的，不用是，正式来的时候，哎，机器都没动，后来我发现，尴尬，插头没有插，然后大隔壁嘛，万一去插插头，这下厉害了，哦，所有凤梨汁、凤梨渣喷到我全身都是。 没有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，嗯，玛丽真的很强，扎根之瞬间喷出来，重点是我还弄了那一身凤梨味，昂了三支商品。哇！不是，因为你有这个画面，会激起更多人想。真的，直播就是这样，很多那种意想不到的画面其实是天助我也。没错，对。来这边我们介绍一下哈，对，我是带着我们 Viva 我的师妹怡文来跟大家打招呼，大家好。对，那基本上你说什么趋势呢？对我们这种活化石，其实已经。 什么都不奇怪，见怪不怪，临危不乱了。对，但是我想以他的部分，应该有趣事比较多。是，其实观众很喜欢看我们出球，在电视上出球，因为就是很贴近 life 的感觉。那有一次呢，我们就是主持节目，就讲，然后讲的非常认真，突然旁边的场商代表尖叫，不爽啊，被动笑来，然后一个人，所以我在边讲话的同时，旁边在尖叫，我一手就挡住，鼓励观众，然后挡住呢，导播跳开，因为声音没有收掉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对，这个手不要跳，就一直拍就好。对，主持人从头到尾，对，撑住，然后讲完，谢谢大家，打电话，好，一定要这样，好笑是说，但没有受伤才会好笑嘛。对啊，一旦受伤，观众就变得啊，那啊，你紧张嘛，对不对？会分心。你说直播人员辛不辛苦？很辛苦啊，欢迎三组来宾。欢迎。进行关键字竞赛。 哎，今天跟叫卖都有关系了哈，最后获胜的可以再加5万块奖金了哈。哇！第一题，请出题。偷墙去污皂。哎，这个东西要因应一下嘛，对这个东西到底有研究有多少呢？那第一组，木棉，下5万，下5万，购物 number 1也是5万，原来10万，10万，10万。 昨天为了上今天的节目，我心想说，找这些购物台应该跟顾家有关系，我卖场逛了2天。哎呦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有点sense。对，好，来请出题。来，现在介绍第1样商品哦啦，妈妈小姐太太每天早上只要起床，对，眼睛一睁开就有做不完的家事，对，除了要洗衣服啦，要洗鞋子，还要洗锅碗瓢盆，还有厕所要洗，对，自己的包包，各式各样的清洁剂哦，让妈妈布满了伤痕，跟岁月的痕迹啊。今天我要介绍这个东西来自英国天然的洗衣皂，只要把上面的泡沫附着在脏污上面，就可以轻轻松松把脏污。 油渍给去除掉，还给妈妈一双干净漂亮的双手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一块皂，来，它是一个天然的皂。第一个哈，它可以用在哪里？用在任何的毛料衣物，我们甚至我们的毛毯、地毯或者是我们的沙发寝具都可以用。天然的哦，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物质，重点也没有添加漂白水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来做个小测试哦，来看这一边的衣服，这里，来，我们一开始哦，来。
先生可能会先去弄到什么？这个叫酱料，酱油。来，妈妈、小姐、太太可能就会去弄到这个叫做口红。先生有时候也会沾到口红。对。所以这个叫做小三肥皂，好不好？然后不小心沾到口红，就最难去。就来，接下来小朋友可能就随便乱画，沾到油墨，油墨，还有直接把它印上去，印成这个就是印章，给它丢掉，好扯。来，现在这个肥皂只要沾一点点水。沾一点点水，只要涂上去就好。可是这样盖好像花样也蛮漂亮的嘛。其实你看到后来变花纹了，我往上涂，它其实就淡掉，有没有？有，油墨被吸掉。好，来，我为了要让它快速一点点，所以我让它下水。来啊，我要开始搓揉喽。女孩子其实最难洗的不是口红，不然是什么？MC， 哎，对，干掉的 MC 很难洗。来看好了，我也有看到，已经洗干净了。哎，就在一刹那。洗掉了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接下来除了这个，我刚刚讲过了，衣服洗完了，对，来不同材质嘛。现在哎，春夏季节到了，你一定出门常常会遇到下雨，那如果下雨天，白色的鞋子就糟糕了。对，来像这一双鞋子，皮革，皮革哦，来我们怎么洗？很简单，沾水就好。来看好，我们现在要刷这一面哦。来，一二三。沾水哇，就沾水就可以了，就直接这样简单哎。你知道有时候皮只有麂皮不行，对啊，麂皮不行。对，来，我现在稍微擦一下，已经干净吗？擦一下就干净了。我把它擦过去哦，一二三。哇，我的鞋子，你只要有刷过的地方，它就干净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对哦，这样子太明显了。这一块啊，这一块。对。有没有看到？你知道有时候皮革一点点的时间而已。来，接下来挑战难度更高的，这个就是那个妈妈，锅子也可以，妈妈、小姐、太太在厨房里面，这个油垢哎，洗不掉、刷不掉，你就是整只拿去丢掉。对，这边我们来看黑色的地方好不好？来哦，挑战一下哦，超会搭，对，看完也加一。其实我在刷的时候，它已经掉了。真的？假的？真的啦。有点像，因为我手有一点点滑滑的，因为它是肥皂嘛。其实哈，这种超微搭干掉会哦，最难处理。对，一般都要用钢刷，要铁刷嘛。在那边刷半天呢。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，一般的菜瓜布。这个是木浆海绵，来看哦，一二三。其实我刷过去的地方是已经掉了。对啊。我没有用力哦。真的耶。来，这一块已经掉了。来，我们稍微把它带一下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块刷过了就是干净的？好，来，我们今天估的是一块哦，这一块英国来的，英国来的天然的一块洗衣皂，请估价，请估价，一块皂，一块皂，一块而已，可以这么英国来的，英国来的，英国来的，三二一，请立牌。好，哎呦，差不多。棉是写800，这个伟如这边写560，于安写170，你们会差太远了。可是小小一块哎，对，小小一般肥皂大概170，价格我觉得合理。可是刚有一个重点，英国来的，然后没有任何的那种化学药剂，都是天然的。然后我觉得要做空运来560是合理的，是800就会贵，就是一般会犹豫。他否定了170，也打枪了800哈。800的呢？觉得不是，因为我记得一般就是比较高级的国外的品牌香皂都大概500左右，但是因为它是有功能，它不是只有香，它不是只能洗身体，它是你家整个家都可以洗的，而且英国来的，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。好，170，请说。可是因为我昨天去逛，我觉得皂有分很多个，一个是洗身体跟洗脸的，那个500、800，我觉得一块差不多。那个是香，但是对，因为这个叫家事皂，这个专门就是你做家事在用的东西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做家事的东西应该不会到洗脸洗身体这么贵。嗯，三个价钱差很多呢。嗯，待会要是靠数学来算的哈。对啊。到底这一块是多少钱呢？请公布正确底价。来，英国来的这个洗衣皂，正确的金额是169。完全命中了。169，169，169，169，169。那个皂会给我吗？不会啊，我想169就给你。来，恭喜我们先来赔啊！恭喜有10万块奖金。牧野，你那800可以送一个礼盒了。真的，我可能估到一个
礼盒价了。你可以买一个那个四颗，你知道吗？套成双了，四颗便宜一点。接下来第一组是乙元的30万，其他两组都一样。待会下注从乙元开始下哈。好。第二题，来，请出示关键字。机车族必备，机车族现在已经不是机车族了，现在不是了。但是机车族必备，要么就是防晒，要么是安全帽。大概以前已经不防晒商品，以前骑过机车是吧？骑过，骑过。好，那下多少呢？宇安，宇安先哦，宇安姐先。总共只有3题哦，对，三题20万，我这轮只有3题哦，要拼了。下一题机车族必备，来第二组。第二组，我们下，我们说话好不好？啊，对啊，不然这样子宇安姐就领先了，对啊，领先了，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理由。虽然我们两个不骑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收哈，你们就是为了要听过这个声音。还有第三题耶，还有第三题耶。那我们还有第三题，提前结束游戏。留一万，留一万。你说最后一题再来说，我们先做5万。没有，他说不定输啊，你不用啊，你忍着第三题，不然你到最后你爬不起来。忍着，忍着，忍着。10万差不多了，那这样子10万好乱他10万也差不多了哈。第三组木岩，2万。聪明哦，不是，因为我们要忍着第三题，因为。姐她没有，她没有骑机车，但我骑的是重机，所以我不懂一般就是必备这样价钱，因为重机都很贵啊。因为你骑重机啊，对，所以我驾照还要练呢哦，就是大的重机要跨上去的那种。对，就常常会倒下来。会倒下来的时候，我通常在驾训班的时候，我都是跳车。好，机车族必备了，到底出什么问题呢？请。哎，叫麦哥，请出题了。来，现在介绍第二样东西，刚刚就有讲的机车族。对。哎，台湾。机车的密度是可以说全世界密度最高，几乎家家户户家里面都有摩托车，只是你有没有在骑？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，机车瀑布，对对对，世界有名。只要你有骑摩托车，一定都会戴安全帽。没错，那一般正常，我们安全帽里面的内衬，来听好了，它没有，其实没有什么作用，它就是顶多就只是让你头皮不要去沾到里面的脏东西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我问你，有谁洗过安全帽？没有。一般正常会洗，就是外面下大雨，你里面已经养鱼了啦，你才会去洗啊。还有树叶。所以它其实它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来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很厉害的4D 气囊的内衬，让内衬不单单只是一块布而已。来，一般的内衬就像这一种的，来，它这个上面有魔鬼粘，你直接可以直接粘在上面，所以你要说清洗很方便，像这样放进去它就粘住了，而且它也不会不粘呢，它就粘住了，对啊，就这样。那你要清洗就很方便。好，来，我现在介绍的第二样东西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安全帽里面的内衬，就像这样子，完全不透气，一般的，完全不透气，你又会闷在里面，然后这个就是迪士尼的，有没有？你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不是，来，这个放在里面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完全不透气，所以你就会戴久了之后会有头皮的问题，会闷啊，因为会滋生细菌，你又没有常常清洗的话，你头皮就出问题了。对，看一下上面一个洞一个洞，有透气，透气的。除了这样子之外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好，它是莱卡的材质。它防水，防水，所以下雨天啊，你仔细看哦，它防水，有，所以流汗，就不用怕，都有时候安全帽不然被人家翻过来，对对对对，那种转注意来，你看哦，来，你现在仔细看一下哈，除了这样子之外，你有没有看到它浮起来的地方？它这个哦是最新的减压科技，它是4D 的，利用人体工学的气压，来听好了，它里面的气是会在跑来跑去的，可以让你达到完全的缓冲跟减压。我现在来把它放在桌上，这边有一个管子，这边有一颗蛋，来，我们来，其实我们的头跟鸡蛋一样脆弱，对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防护啊，再好的安全帽都有可能会出事。对，真的，而且有一些年轻人喜欢戴半罩的，那好危险。尤其是重机的更要。哎，真的。看好这颗蛋在这边哦。皮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！完全减压，完全舒压，好防护。好哎，独立桶吧。有人会讲说这颗蛋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对。一般正常，如果是做直播，我就敲头了啦。对啊。今天因为直播不需要这样子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真的一颗蛋。来，我们今天估的这个4D 安全气囊的帽衬，估一个，请估价。也是一个就好。这个哇，那这个又干嘛？这个就是一般的，对比的，一般的比较没有透气啊，那个凹凸也没有很，而且没办法清洗，就像迪士尼。迪士尼台。好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就不是。来，请，这全部是估价的哈。
第一组的10万块245块，第二组的10万块是550块，第三组的2万块是168块。嗯，来249，请说。因为我刚刚特别问怡文，我说那种安全帽大概的价格是，你总不能里面内衬比安全帽贵嘛？嗯，全罩大概1000多，对，但是半罩这种比较便宜的可能200多、300块可以，除非你去那五金行200-300，那样就可以买得到了。那照你这样讲，记名你550，不是？我觉得100-200的价格应该是那个没有记忆垫的，对，那个是合理的。可是你会发现它那个记忆垫还不是一整片哦，因为它是要有凹凸凸的，它有做工非常细，而且你有发现它中间还有很多孔洞，所以我们在猜这个大概是490-600中间的价格，大概就这左右，就看店家嘛。所以我们想啊，那就干脆除以2，就550中间，对。哎，那168，刚刚又开了800，现在168。怎么了？是基因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就是智多星的产品都是物美价廉，没错。所以你刚刚为什么要写800？你写800是？对，我觉得很实用，而且家里一定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帽子，所以说就是全家都可以一起买，然后大家就不管是什么样，就是不管是高知识分子还是一般的家族都可以来买，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很便宜的价钱，一两百块，一两百块，然后我们就取一个168一路发的鞋，而且你买168你会觉得它安全吗？很安全，很实用的。它除了安全以外，你一路都可以发财，对，很吉祥，好有话术。这次的差距并不会那么离谱了，到底谁会获？请公布正确解答。这个4D 的安全气囊的内衬是什么？一个是550。太强了！命中就要送给你们了。谢谢妈妈。你们刚刚差1块钱的肥皂，谢谢。550怎么可以那么准呢？不是，我们因为490我会买，然后可能590我也会买，可是我又怕差，对啊，怕差太多，我干脆取中间，因为怕大家都猜跟我很近的话，我选中间值会最接近。好，来颁奖啊！10万刚好给你们。现在 B 组的伟如25万，然后宇安变20万，然后木原变13万了。最后一题了，最后一题了，请出示关键字。星星好口气。哎呦，这个应该也卖过吧，对不对？25万，细棉伟如，来请下。15万，资格赛。15万，应该蛮常卖的。15万，15万吧。25万，蛮坚强的。10万，25万，15万过就40万。对。如果第一名就变45万，来第二组宵夜，叫宵夜嘞。销售业绩王。10万。哦。30万。简称宵夜王。对。宵夜王。10万了。木岩跟嘉怡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没了哎。现在12万、13万加起来就25万，没有搞错，好会算。一定要比第一名强，而且一定要12万。对，清新好口气，请出题。俗话说得好，健康为财富之本。对。但是大家都常常忽略到哈那个健康的问题，最严重的是什么？口腔问题。对，牙齿啊。无论是外观，或者是你从一个人旁边经过，闻到他嘴巴的味道，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。没错，对对。所以哈，来，我们保持口腔健康真的是很重要。对。哦，来。一般正常，我们都常常听到什么最常见的口腔问题就是牙周病，对，就常常会刷到流血，对不对？对，提早做预防，预防什么牙周病产生的几率。嗯，来，我今天要介绍这个是草本牙膏，它很厉害，它特选古法的哦。范迪草本秘方，六大植物配方，草本植物，你只要搭配正确的刷牙方式，可以让你预防牙周病的敏感性，降低它的几率，然后呢，可以保持口气清新，而且呢温和清新又有一点点会回甘。讲到六大成分，里面有丁香花、芭乐叶、樟树、库拉索芦荟叶、龙脑的冰片，加上雀肾树叶。哇！不要讲了，说这一条多厉害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场哦，我们有艺人要不要来体验一下这条牙膏？嗯，我现场要做一个口气的测试哦。这个很现实哦，很现实哦，很现实哦。好，我现场这边有一个辛香料的泡菜，对，很好吃。第一个，它里面有辛香料，而且是发酵物，所以吃完口气一定会很糟糕。很辣，超爱吃泡菜。来，我们请嘉怡现场。
吃看看。好，我先来试一下好了。吃完之后，我们这边有仪器吼，马上测试一下它的口气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立即刷牙，马上再做。哇，好重哦，这边都闻到。我闻得到哦。哎呦，那怎么讲？测口气。来哦，口气。Oh my god！ 哇，警报器响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看一下这个灯。他现在在跑，在跑。三颗红灯啊，太臭了，爆表了啦。来，这个牙膏有很特别的地方，一般家里面我们刷牙牙膏都会挤一条，对不对？来，麻烦大家啊，给大家另外一个知识，其实草本牙膏它很厉害，一颗绿豆大小就可以给大家用，一点点，蛮符合客家人用。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注重牙齿美白，对，但是里面大家暗藏危机，大家都不知道，有很多牙膏里面都有荧光剂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荧光剂的测试，这是草本牙膏，我们把它挤出来，来做一个荧光剂的测试。这个是一个荧光灯，荧光灯来照，就看它有没有荧光剂。测试一下，然后灯光等一下会按一下哈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里，这里，哇，这是荧光剂，棒棒的。那个这个是没有的，这是我们今天提供的牙膏，就是没有。一边是草本牙膏，然后一边发蓝的，有没有？对。来，那我们看完了之后，对不对？好。这边说说完了吗？啊，我们先测试一下好了。它有通过 SGS 的检测，不含二甘醇啊、三氯沙、氟化物。它有通过研磨的测试，所以不会伤害我们的珐琅质。哦，可以温和的去除我们的牙渍啊。现在有很多长辈都有假牙。对对对。假牙你要用清洁定，不用这个直接可以刷假牙，戴牙套也可以刷。哦。而且我们现在要来，它这个一条120公克嘛。120公克。它刚刚那么小，那你可以刷很久。可以刷好久哦。它可以刷800。800次，你如果早晚刷，刚好就可以刷一年，就一条牙膏。好，那我要准备测试了。很紧张哦。哦，是什么灯呢？绿灯。你刷完之后有没有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？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像我之前，我觉得刷牙很重要，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牙蛀，然后另外就是我有小孩，然后呢，之前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我觉得他还不错的是，听说他是那种晚上刷牙，早上有感，因为大家应该会有那种例子，是早上起来可能老公抱你或亲你，你可能对，早上起来不要在这时候亲，你讲到重点了，这支牙膏号称啊，晚上。刷完牙上床睡觉，隔天起床不会有口气。真的假的？这件事情很重要。而且像比如说我小孩有刷牙，然后小孩不是都会用草莓口味、葡萄口味？对啊，对。他刷得很开心，可是你知道妈妈就很担心这是不是有化甜味剂？对，甜味剂啊。他还不错，是他就是没有有害的化学物。嗯。好，我们请嘉怡，谢谢嘉怡。来，我们现在桌上有看到一个哦。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，这叫茶叶蛋。是的，好，因为它茶叶蛋一定要经过很多酱油下去卤嘛，哦，来，这个也是一个很残酷的考验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来做测试，我要把它还原，看哦，一二三，我们就画一个圆。其实也不用太大力耶，哦，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。我们简单就好，我现在大概也几秒钟的时间而已。好，谁会无聊的拿茶叶蛋来这样子？所以只是个表演。来，看好，我们现在要把它擦掉喽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一二三。哎，奇迹有刷过的地方。看得清楚吗？真的好厉害哦！对。就白一块啊，明显啊。所以你如果有抽烟的啦，有吃槟榔的，在槟榔渣哦里面都有色素，或者是爱喝红酒的，爱喝咖啡的，而且观众去煮，观众会怀疑说这真的是茶叶蛋吗？来来来，要敲一下，哎，真的是蛋，太多怀疑，太多怀疑了，真的是茶叶蛋，真的，天哪，这真的是茶叶蛋，光哥你真是实事求是啊。好，来，今天哦，来，我们估的是一个组合，六大送三小，六大三小，六大，总共是780克，可以刷5200次。六大三小多少钱呢？来，请估价。5200。六大是送三小了，一个120嘛，那小的是多大？就是那个20克，20克，就是那个旅行用。记好了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请公布价钱。
六大三小。宇安这边是宇安这边是1750，750750，对，这边是2680，1680，1680，没有写重复一样是可以同时获奖，没有啦，1680跟268嘛，对对啊，1680、2680、1750啊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168，168，很紧张。奶草粉牙膏组合是1680。网络上面非常有名啊，真的，只要你有看过我直播的，几乎都是先收十万，对不对？再收15万，哇，这边等一下，这边给10万，谢谢，谢谢牙膏，哎，我们平手，平手，平手，平手。这样价钱起来变，哎呦，他们第一名吗？再加5万，加5万，30万第一名。30万第一名。哎，那他们两个都10万的话，第二组围炉，第二组你们第三组了。好，谢谢叫麦哥，谢谢。谢谢。今天所有的相关资讯都会在欢乐智多星的粉丝团哦。是，接下来进行决战海盗桶。你们拼生死啊！30万啊！30万的奖金第一组，来，请就位。木岩啊，加油！总共6题，6题答对30万奖金领走。是，我们之前被两组领过奖金了。对，20几万啊！对我们海盗来讲，奇耻大辱啊！对，是，没错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今天会让你们哭。啊，哭说哦，我们感动到哭，感动我吸气。谢谢你让我们节目继续做下去。1到4题，4题前都可以求救主持人，只有一次机会了啊！来，木岩先好了，命运转盘，用力用力 ，Go， 用力啊！不要别别，养生保健，保健好了，保健我比较会，保健，养生保健，请出题。天气寒冷，喝杯热的不仅暖心还暖身，而喝下列哪一种茶最能维持身体的热度呢？ A 花茶， B 绿茶， C 红茶。计时开始。天哪，好难哦，我没有分辨它的茶，你是维持身体的热度，热度哎。那花茶就是那种花草茶，嗯，对对对，暖身暖身啊，暖心哦，让你身体维持一个温度。红茶吗？对，因为我每次喝完都觉得身体蛮暖的。我喝真的，我也觉得很舒服。那要不要想一下，这3种哪一种比较常喝热的？我早上才喝热红茶哎。啊，我也会喝热花茶哎。你觉得？啊。来，请。谁要猜？猜我。八戒，来。时间到，快猜。擦。嘉义还有机会。请嘉义。嘉义想选的。在讨论那个根本就白讨论，对啊，花茶、绿茶、红茶哪个没有热跟冰的呢？营养师表示，大量摄取绿茶容易造成胃不舒服，因为茶叶浓厚太高会有心悸、头晕出现。绿茶虽然很好，但是有时候喝的不能睡啊。对，浓度太高会心悸又头晕。对，天冷是可以改喝有儿茶素又有茶黄素的红茶。茶黄素能透过影响褐色脂肪组织。帮助提高热能的产生，让喝下红茶之后维持身体的体温，这时间温度会比较长一点。你刚刚不求救，哎，真的，对啊，那你会瓜哥，你早就知道吧？求救我就对，我会擦绿茶。这个要坦白了，对，坦白了。因为我认为绿茶是常常没有喝冷的嘛，都是喝泡的绿茶，洗酸那个老狼爹，高山茶，对呀。来第二题了，来啊，嘉义，嘉义换你转，好，嘉义来说准备，命运转盘 ，Go，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新闻时事，新闻时事，新闻时，有没有？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历史。接下来进行历史地理题，请。我历史超烂，我也是啊。偷窃的行为真的令人不齿，但在古代，哪一个节日却明文规定人民可以互相偷东西，又被称为小偷节呢？啊。A 元宵节 ，B 端午节 ，C 七夕。计时开始。
元宵节，这个好难哦。不过七夕我笑了，该不会是偷走你的心吧？没有啦，可以吗？我乱说的，这样子也可以啊。他们好浪漫哦。那要求救吗？觉得你有把握吗？我们没有把握，我没有把握，我们就推理。对啊。我觉得不是端午啦，应该就是元宵跟七夕。那你刚刚，你刚刚插哪一边？我们刚刚插 A 跟 C 嘛，我刚刚插 A 跟 C。答案会同一个洞吗？所以你可以把 C 拿掉。哦，哎，你刚刚求救他好了，他感觉推了出来。没有啦，我不会推。你会真心帮我吗？当然真心，什么话？真心啊，不是我，我对观众最真心的，什么不真心？我们海盗就没有心吗？来，滚开，滚开，我来。加油，大哥！加油，大哥！我相信你哦。给他这个机会证明他的真心。刚刚你说那个偷走别人的心啊，是有点道理。可是你刚刚正确是插这里，对，我绝对不会炮弹喽，他们没那么笨。对，他们没那么笨，客家腔都出来。七夕我拿掉，好，因为七夕就是偷心就对。七夕的由来牛郎织女，我们都知道就不是。那跟偷东西。那端午节的由来是屈原，也不是了嘛。元宵是猜灯谜啊。对啊。这两个选一个，端午节划龙舟，对，是这样子，没有跟什么青蛇、白蛇这种，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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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所以应该是元宵的，对，而且在年节后面，对，请插件。很有心，真是偷走我的真心。有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小偷节源于辽金时期，那个时候叫放偷节。哦，元宵节的到来，便意味着放偷节的到来。嗯，偷盗是在元宵节前后几天可以名正言顺哦。人们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偷，官府不禁止，也不逮捕。人们对小偷这个格外宽容。看见他们出入家门，故意拿一些东西，食物饮料，当然不会放金条钱。对啊。这些小东西让他偷偷就觉得这是一个风俗嘛，若无其事。这种习俗并不是为了倡导偷窃，而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。什么意思呢？体现人们这个诙谐啊，诙谐意趣，就是开开玩笑的宽容的意。这个拿糖果就好像就像万圣节，我们什么有点该给的就给啊，糖就捣蛋啊，对，艺术感换了。来第三题了，来木眼木眼来，请命运转盘 ，Go。时事新闻，时事你问时事，时事时事确定吗？时事时事求是有了。生活趣闻，嗨，请出题。如同比特币一样的加密货币是未来的趋势，请问哪一种用动物命名的货币是真的，甚至市值达到了$90亿呢？ A 猫猫币， B 狗狗币， C 兔兔币。计时开始。还有猫猫币、狗狗币，什么意思啊？猫猫，哎，有个比特币，还有叫以什么？以太币，以太币，比特跟以太是。说这个东西也有真实存在，是猫猫币、狗狗币还是兔兔币？猫猫，而且还市值90亿美金哎，2400亿，2420亿。天哪，这么贵！狗狗还是兔兔，2420亿。请插件。猫猫，哎，对了，狗狗狗吧，兔兔什么的，狗狗狗狗狗狗狗，是兔兔。刚刚插的时候，我想狗狗是狗狗。第一个洞是这里，第二个洞是这里，还在插第三个洞，第三个洞就是这里。你看对标，插下去的时候突然想到，我应该插中间的。中间还没插过。对。你这个是真的准吗？你不要买一个上来的都。我跟你讲，很强哎，几乎在没有防备之下，制作单位会这样。现在我们聊的时候，接下来下一组一定是同一个洞一直出了。哦。要注意到，他们玩心理很重要。不是一定准，但是你可以分开猜嘛，就是说，我刚刚插过猫猫币，我不要了嘛。那兔兔币会重复狗狗币，两二选一嘛。对不对？就猫跟狗的。那你不会选兔啊？你狗跟猫两个在选，是选了猫而已嘛。你一定是这样选的，对不对？对不起。2013年出现大量山寨币。Adobe 的员工杰克逊·帕尔默发布开玩笑说，他正在投资狗狗币，一种以日本柴犬为象征的货币。结果有人当真呢，并认为业界确实要有一种轻松的代币来反抗充满争议的现代货币。因此，帕尔默与工程师合作，让狗狗币成为现实。2018年，狗狗币市值超过$20亿。2021年的一月，
哈，在论坛里面叫嚣之下，狗狗币的市值激增到90亿啊！马斯克都喜欢加密货币。我们来做个刮刮币，刮刮币，市值多少？900亿，负成长。哎，你们这个都用完了，是下面组币种10万的来，对，维洛，来急救。好，第二组10万块。其实我们游戏规则很简单，三个题目里面，你要先删掉一个，对啊，猜 A 方案、B 方案，对，一把剑插完，另外一把剑 stand by， 对，对不对？其实不难猜嘛。来，第一题来，请转。好，维如先好，命运转盘。来个养生宝剑，养生宝剑，养生宝剑应该最厉害吧？你也会胡麻醉，没问题，养生宝剑来喽，自然，自然奥妙，请出题。海獭有时在水中会用手捂住眼睛，请问原因是什么呢 ？A. 清洁脸部 ，B. 保暖双手 ，C. 按摩眼睛。计时开始。按摩眼睛，我觉得要先删掉，因为海獭应该没有聪明到会懂得要按摩穴道那一类的，所以我觉得不可能在按摩眼睛。我觉得有可能应该是保暖双手。因为他们的手是有蹼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本身的活动力就非常大，又常常垫在地板上，会冰会冷，手脚冰冷嘛。所以用眼睛来温。对，因为脸最热啊，你冷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这样贴着？哦，对，对对，冷的时候有道理。我觉得应该是保暖霜。那如果错 B 方案是什么 ？B 方案就是清洁脸部啊，首选 B， 再来 A。对，来，请插剑。自由先哦。保暖双手。他想到的 A 就插啦，对啊，请插件。清洁脸部。真的厉害！国家地理频道的官网表示，海獭用手遮掩的原因是海獭是一种爱干净的动物，他们在吃完东西之后会用前脚清洗自己的身体。事实上，海獭生活在寒带的海域，他们绒毛厚，很厚，加上皮下也有脂肪层，可以形成绝缘层来保暖。因此，寒冷对他来讲根本不是问题。有时候水都快结冰，他可以在里面游。他根本不怕了，他不怕了。他还有油脂，他自己还会涂油脂哦，最后很爱清洗，蛮可爱的。来第二题，来志明，志明，命运转盘 ，Go。新闻时事，新闻时事，新闻时事，新闻。哎，又自然奥秘。接下来进行自然奥妙，请出题。雌蜻蜓遇到自己不喜欢的雄性时，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拒绝交配呢 ？A. 对着对方喷尿。B. 跳拒绝的舞蹈。C. 假装自己死了。计时开始。哇，这好难哦！这可能瓜哥会比较有知道一点点，因为求偶这一类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拒绝。瓜哥来求救好了啦！瓜哥来了，瓜哥来帮我们选，太难了啦！我们参考一下你的方法。刚刚第一题，刚刚这个呢是插对的嘛？对，这个就去掉啦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喷尿通常是求欢，不太会是因为尿那个会有味道，而且你又是你刚刚是自然奥妙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是同一个问题，怎么可同一个答案？这个想都不要想。对，推理很厉害。那你就没那么笨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跳拒绝的舞蹈。哪有？我跟你讲，他们没那么聪明。通常是求欢舞，哪有拒绝舞？可是他尾巴，交配一定要从尾巴嘛。对啊。他跳我屁股，只要一直这样，就是不要。这谁弄？所以他的屁股可以不要这样这样，还有 yes yes no no yes yes。他如果愿意，他就禁止啦。哦，他如果不愿意这样，你就有点差不多啊。哦，让我上过蜻蜓这样过，让他配不到就对。我觉得只要他屁股乱动，男的根本弄不了他。对，请插剑。我跟你说，请你不要用人的想法。我做边的，做边的啊！我不能做边的。对，他会装死哎！怎么会这样？简单蜻蜓哎，装死。我现在也要装，心里也装，对啊，讲的好像一副很有道理，然后结果一只舞要10万，但是他不会这个动，没错啊，对，真的，哎，真的耶，2选1嘛，我还选错，对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者卡里发研究发现，雌蜻蜓在被雄蜻蜓追逐时，有时候会掉落在地上，等到雄蜻蜓离开以后，会若无其事的飞走，也就是装死。平均31只雌蜻蜓当中，有27只会从空中掉落装死，
来躲避雄蜻蜓，最后二十一只策略成功。据悉啊，雌蜻蜓从高空中掉落这个行为其实很危险哦，因为一不注意可能就真的摔死了。对，来，还有一组，来十万人，对。来，最后一组的十万了哈，来，请转。原命运转盘 ，Go！ 滚，养生保健，养生保健，对对对，原命是养生保健，请出题。在吃饭时，如果常会咬到自己的舌头，表示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呢 ？A. 扁桃腺发炎 ，B. 胃食道逆流 ，C. 大脑缺氧。计时开始。吃饭咬到自己舌头，通常是不会咬到，只会咬到，要么第一个舌头是肿的。第二个就是边讲话的时候，然后边吃饭就会。有一阵子会这样吃，对，一阵子时期了。对，就常常咬到自己。不够专心吧？因为我有胃食道逆流，所以你会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当时的我都没有咬到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是。所以应该是 A 或 C。对，我觉得是大脑缺氧。因为会有神经传导的问题。对对，我们想好 A 跟 B 哦。大脑缺氧。请插件。大脑缺氧。牙齿咬合是靠大脑发号指令才发生的，要让大脑正常运作的话，就要足够的血氧供应。当出现不小心咬到自己的时候，可能是短暂性的大脑缺氧造成的，因为氧气不足会让神经传导停顿下来，然后引起一连串的反应过慢的情形，像是舌头反应速度变慢，以至于牙齿在闭合时来不及收回。你速度不要紧，咬回不来，就咬到不专心也会，对，不专心也会，熬夜或什么，对，就太累嘛，神经传达没有那么的敏觉。来，请余安，余安，命运转盘，命运转盘，什么题？什么题？什么题？都好，都好，都好，都会，都会，余安姐都会，都会。所以文学语文，文学语文，哎，请出题。我们会用门外汉来形容外行人，请问这个词最早是形容哪一位古代名人是外行人呢 ？A. 孟子 ，B. 陶渊明 ，C. 苏轼。计时开始。外行人不能再选 C 了，因为刚刚我们插过去，所以就是孟子跟陶渊明，这是瓜哥的通则。对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感觉门外有个门呢，可是感觉孟子好像应该很厉害，他应该什么都知道。三过啊，不是三过家门，不是大孟母三迁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陶渊明之类的。对，我觉得是 A 是陶渊明这样子。第二个应该是孟子吧？来，请插件。陶渊明，请插件。瓜哥，我们又懂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挡我们呢？我没讲话啊。这题，这题法则，这个规则，你听我讲，这题我没讲话，因为他我知道制作单位要实践哦，要实践。实践，我就没讲话喽。我有讲的时候讲，没讲，这是心理战，代表他有可能。你好懂制作单位，你们自己回播看就知道了哈。要冤枉我了，我该讲的前面都讲了，后面我们讲。五灯会员器材，苏东坡由庐山东林寺和赵觉禅师讨论禅学，后来写了一首诗，以源源不断的溪流来比喻佛法无边，并且解说了禅宗第一义。正吴禅师在与另外一个禅师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做了另一个首诗回敬了苏轼，意思说苏东坡太啰嗦了，想在深色观中参悟。假若山水有声有色，那么没有山和没有水的话，你怎么办？因此，禅师们对苏轼最终的评价是佛法的门外汉。哦，佛法的门外汉。对，就像你们在批评我说有没有讲同一个洞，你们是门外汉。啊，真的。哦，擅长心理游戏。我根本没讲话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今天谢谢三组优秀的来宾来我们现场，送你百夫长的旅行箱以及 Panasonic 的无线蓝牙耳机。打开卫视中文台，欢乐亮起来哟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订阅《欢乐智多星》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内容哦。